给我毕业去。对。过去啊，啊，这样吗？你就直接骑过去，然后转进去。耶、yeah, ！我们感谢微真载我来车站。新左营到了，猜猜我要去哪里玩吧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哇，没有这么嗨的、来看看可爱的佳渊跟旭然喝酒后的样子吧。由于我们廖真同学没有帮女生吹过头发，所以我让她体验一下。
有上有下，就随便安排就行了，对，随便走呗。给了一个头牌。母胎单身。来，到了串房时间咯。哎，好丑，超丑的，好丑吗？还好像是那个在闭眼之前。那你怎么？我这才闹闹说了，我跟老师靠北，你在那边痛。两杯雪碧，两杯多多啊！欢迎我们的选手登场。后悔系列是一定要的吧？你我毕业耶！哈哈哈哈哈！你那里是自己出去吗？我要自己出去。你不要出去了。为什么？你是要干嘛？我椅子啊，姐。姐，你在看椅子吗？好了，我再给你看。你可以自己走啊，你真的可以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给给来个。结束啊！再见了。